你好，谢谢你经常收看东东视频。很少人知道，我们厨房内很多普通的食材其实有着非常神奇的保健效果，而且它们的疗效其实完全不输于保健品。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食材就是生姜。研究发现，每天坚持饮用生姜泡的水对健康有着非常神奇的疗效。每天坚持饮用一杯，你会发现身体越来越健康，皮肤和身材变得越来越好。那这个生姜水该怎么做呢？它的方法非常简单，我们将姜切成三个薄片，接着倒入两杯水，开火煮15分钟。15分钟以后就可以拿出来饮用的。每天早上喝一杯就可以，也可以将姜片吃下。注意不要晚上饮用，含有燥热体质、容易上火和患有热疴的人也不宜饮用。那么这个生姜水到底有哪些神奇的功效呢？生姜中所含的姜辣素具有很强的氧化和清除 COG 的作用，其抗氧化作用比维生素 E 的作用更强。 COG 就是导致皮肤氧化衰老的元凶，所以常常饮用这个生姜水可以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还能够预防脸上色斑和皱纹的产生。不管是男女都非常适合饮用河北生姜水。中医认为，女性的健康是以血的充足和脉络的通畅为根本，饮用生姜水可以温暖子宫，温经活血，通利血脉，起到驱寒通脉、促进血液循环的效果。因此经常喝生姜水的女人，她们的脸色会看起来更红润，有光泽，气色会更好。还有中老年的男性常常会因为胃寒、食欲不振而导致身体虚弱，这时候饮用生姜水可以促进胃肠分泌、胃液分泌，促进消化，改善胃部不适。还有饮用生姜水也能起到减肥的功效。中医认为，肥胖大多是因为碳和水等代谢废物排出不畅所造成的。饮用生姜水能够激发阳气，促进身体的代谢功能，从而去掉多余的碳和水，达到去水肿和减肥的功效，还能够帮助女性保持好身体、身材。坚持饮用这个生姜水也有降血脂的功效，这是因为生姜中的生姜醇不仅对血液具有稀释和康宁的作用，而且还有很强的抗氧化功效，可以抑制体内胆固醇的生成。还有生姜中的成分生姜醇及姜烯酚可以使高血脂病者血中的三酸甘油脂的浓度下降，